陳偉宇。是，多謝主席。即係其實嘅議題咧係眾多嘅，咁啊不過有啲嘅題目同埋個撥款之間咧個錯綜即係複雜咧，有時就好容易會有少少即係偏離。咁啊希望黃國興議員咧就仔細聽人講嘢啊，唔好到時咧有捏造同埋呢個抹黑。嗱，主席，我哋頭先我前兩次咧係講呢個嘅689嘅表現嘅不濟同埋呢個嘅特首辦嘅問題，咁我跟住落嚟講呢，就係講呢個嘅行政會議嘅問題。咁啊，呢個涉及修正案嘅編號5削減呢個嘅總目21。你講係第幾號嘅修正案？修正案編號5啊，呢個涉及到行政長官辦公室將削減大約相當於行政長官辦公室個人薪酬下嘅薪金嘅全年預算開支，呢個係5200萬。啲細數我唔講啦。咁同埋7，咁我呢兩個咧係互為有關咧，我就即係會喺討論嘅時候咧，就會將呢兩個有相關嘅問題咧，就試下作一個嘅即係表述我點解作出呢兩個嘅議決案。咁而呢個7咧。修正案編號7呢就是涉及削減行政會議全年預算的開支，這個是2000萬。就因為即係特首作為一個嘅最高領輪，當然整個嘅團隊嘅運作是重要啦，這個3司12局係嘛，雖然佢想成立5司14局，但係就即係喺舊年嘅處理方面呢就令到佢過唔到啦。咁就嗱，你作為一個嘅特首，你要提供即係、你要就翻管治方面制定好多嘅政策，同埋處理好多嘅危機等等嘅問題咧。你個團隊3司呢個嘅12局固然重要，而你特首辦同埋行政會議都係一個嘅極為即係重要同埋不可呢個嘅分離嘅一個嘅組合。因為你特首辦嘅人員咧，係同佢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有接觸嘅，主席日以繼日、夜以繼夜又唔喺度啦。咁啊，我哋再次通緝黃國興歸案，主席要求點人？